爸爸。摸摸啊，那么舒服啊。早安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妹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今天真的有一种被突袭的感觉。那这支影片呢，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真的在家里超级真实的私下日常生活。自从多了这一只宝贝之后，我的生活就发生很大的转变。所以今天呢，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跟芝麻的 morning routine， 会包含就是我一早起来的所有的行程，然后还有我的晨间的运动。那在运动和饮食之外呢，我常常强调多喝水超级重要。喝足够的水呢，可以帮助我们促进新陈代谢啊，有利我消除水肿等等的好处。所以一天呢，通常我都会喝到就是将近2-3千至少以上的水。所以今天呢，也会跟大家分享我的饮水习惯哦。大概300cc 的温热的柠檬水，啊，你爱玩玩对不对？你爱玩这个小河马对不对？我现在要示范我怎么煮美味的溏心蛋。那现在是冷水，我已经把蛋放下去了。开火的话就是开中大火，这样先让它滚，滚了之后再计时。那接下来要示范超好喝的杏仁拿铁。现在我已经把无糖的杏仁奶倒进杯中。这个电动的奶泡机是我在大创百货买的，很便宜，记得那时候买40几块。你按下去之后，它就会开始打发，就很像你去咖啡厅的那种奶泡。那现在蛋开始滚了之后，计时6-7分钟，6分钟会更半熟，然后7-8分钟会比较熟，这样子。好，那现在我要来示范我的优格要怎么吃呢？优格的话，我会建议选无糖，如果有希腊优格 Greek yogurt 的话，那种是最好。挖2大匙在我的碗里面。美食家的早餐，啪嗒。Acting like we sober with the pigs on the back of us, swerving through suburbia, you bleeding out, yes. 自己做的拿铁超棒，好喝。想吃就在，来，我们来吃这个吧。杰森，你最期待的时间到了。对哈，这是什么？握手吗？你要换手对不对？他喜欢这样子吃。苹果，然后加优格，甜甜，好好吃啊！啊，那因为早上呢，通常都是我神清气爽，然后思绪最清晰的时候。那我的早餐呢，通常会非常的精简，因为如果我一下子吃太多碳水化合物类的东西，我很容易变得很昏沉，然后就没有办法工作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公事的处理上面，我就会把我一整天大部分的事情给处理完毕，比如说像是 email 的回复啊，或者是写企划。
to the west. I gotta forget about the best nights. Talking to a bunch of girls I don't like, but I try to pick them up with the best lines. She moved to LA to be famous, only showing up if there's a wait list. All these people talking about the same shit. When we're lonely, but not lonely when we're wasted. I don't wanna go home, even if I'm always on the phone. All these people I don't even know, but I got nowhere to go. And you know I'm always on the road. It's better than being alone. I don't wanna go home.那在运动过程中啊，我会提醒自己每15到20分钟补充水分。至于运动后能不能立即补充水分呢？如果你是做轻量运动，像是瑜伽或者是比较低中阻力的肌力训练，其实是可以马上补充水分的。但如果你是做那种很激烈的高强度运动，让你非常兴奋，心跳很快的话，会建议你稍微和缓一下，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大量的喝水的话，可能会刺激胃部，容易产生头晕的状况。对，所以就是会比较建议和缓一下再进行补充水分的动作。I'm a blossom, I don't need a bottom line to my robbery. I'm official, on a dotty. You can hit a vroom vroom in my robbery. I'm not sorry, no I'm not sorry. It's official, I'm a problem, I done made it this far. I'm not sorry, I'm not sorry, I'm not sorry, I'm not sorry.
而关于运动后的营养补充啊，我一定会有蛮高比例的蛋白质以及碳水化合物，有鸡胸肉，然后鸡蛋，鸡蛋里面又含有蔬菜，跟我是选用比较高纤的吐司，所以它是一个高蛋白质跟高纤的一餐。我并不是每天的午餐都吃那么多的碳水化合物，那因为今天早上我是选择比较精简，然后稍微低碳水，所以午餐的碳水化合物就会抓高一点。最后啊，就是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多喝水的微碱性竹炭离子水，最近出了很可爱的新包装哦，就是啊，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跟狗狗、猫猫，然后一起做肌力训练的画面。那我私底下也蛮喜欢喝微碱性的离子水。第一个，我觉得好像喝起来真的比较美味一点。第二个，它可以提供和人体的 pH 值相近的离子的成分。那我个人是觉得饮用起来算是蛮顺口，然后没有一些瓶装水会有的怪味，所以我相当喜欢，特别是它的容量很大，就是可以提供我白天在外面的饮水量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我的 morning routine， 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这是你的午餐，我有一把饲料，这个是气炸鸡胸，里面没有肉的话，它就不肯吃饲料。然后因为通常我会给它双主食，今天是鸡肉跟鲑鱼的飨宴。还有一小块肉干，多层次的口感。来坐好，要先坐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好。